10%的服务费嘛，700多，这个是我们有史以来吃过最贵的一顿饭了。都是像您这样又帅又有气质又有魅力，然后像您这样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。床前明月光，玻璃好上霜，治病不能靠偏方，口渴就得喝鱼汤。朋友们，今天我在外滩五号的黑珍珠一钻餐厅里面来尝一个4000块钱一斤的东海野生大红鱼。就这个鱼它卖到4000块钱一斤，你说是因为它大还是因为它黄呢？然后你看一下咱们今天这环境啊，我背后就是咱们上次来吃5000块钱一顿的米其林，真的是物以类聚啊，高级的餐厅跟高级的餐厅就在一起，然后上流的你们就看上流的节目，是不是？观众是上流的，你怎么了？你闭嘴！大家把上流打在公屏上。我发现这个高级餐厅的服务员长得都挺帅，小哥有人夸过你们？谢谢，没有你，第一位，没有你，第一位。我太难了。哇，你看这哇，太贴心了，哎呀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东海的野生大黄鱼也是东海的四大海产之首，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蛮难得而且珍贵的食材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我端上来的时候，颜色会是金黄的，所以是形如黄金啊，当然也是贵如黄金。就是这个鱼它卖到4000已经为啥呢？它那么贵呢？第一呢，就是因为它的稀缺性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像我刚刚说的那个，我们去一定是晚上钓，所以晚上一般在海上的话风浪啊或者都比较大，危险的程度也比较高，整个鱼质鱼肉也比较好。所以一个是因为它少，另外一个是这个费用里面包含了渔民的五险一金，是吧？会来订这种大黄鱼的都是什么身份的客人啊？都是像您这样比较帅又有身份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客人？都是像您这样又帅又有气质又有魅力，然后像您这样比较有身份地位的人。不是小哥，你这边你收小费吗？太尊贵了。哎呀，好的，那就事不宜迟。这样，这是帮你准备的。好的，还好了，这个酒不是很贵，也就500，大家肯定也常喝啊啊，常喝。果香味很足，因为是您挑的，比较会挑。这顿饭我真的是有史以来吃的最快乐的一顿了，可见一个餐厅服务多么的重要。这是我们家前菜里的必点菜之一，绍酒的赎罪红膏蟹。浇点些醋啊。这个蟹膏它本身厚，它又拿那个蟹酒醉过，这个酒的酒香和甜味就渗到那个膏里边，就是它这个味道在里面反反复复来回渗透，最后直接一口让你够手。这个底下的汤是什么呀？山泉水。哎，是不是如果用外面那种高汤来煮，其实会更鲜啊？可能会更鲜，但是它的一些海鲜的本味可能会被盖掉一点。你们老板也是个大胆的男人。就大家对食材都很自信嘛，对吧？我老板跟您身材差不多。哎，这个话我问一下，什么叫跟我身材差不多？是指我老板健身的很帅哦。是，虽然你喝不了酒，我也要为你干杯啊！干杯，干杯。李老师，你先尝一下原味啊！很新鲜的黄鱼，在它的侧面会有一点点那种贝母色，还是五彩斑斓的。哪里五彩斑斓？它的皮吗？就是这边。哦，是吧？啊，我先喝汤啊，各位，我先喝汤。Hello。这个汤刚进来的时候啊，你感觉好像是清汤寡水的，你咽下去之后，那个热力把鱼肉的鲜味和里面的一点点盐就给它攒一块，就一下子摊在你的舌头上，鲜。这个真的是算不了，就是你吃进去之后，你看它这样是一整块，对吧？就你嘴巴一闭一睁没了，咽下去了。它这个是以鲜为主，后面尾随了一点甜味。这边准备第二道黄鱼的鱼奶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鱼肚，比刚才的那个鱼背啊就要闪金光了，加点雪菜。对，哦，鲜雪菜没有腌制。一冒取鱼有点黄。真心还要入口尝，吃完有话对你讲，点赞投币会更爽。
比刚才的那个鱼背肉真的滑很多，你会感觉到这个连着皮和肉之间有一点薄薄的那种皮下脂肪，这个呢就是一缕一缕就滑进去的啊。所以怎么说呢，就真金不怕火炼，好鱼有皮有脸，稍微撒点薄盐，一口肉嫩汤鲜。这是最后一道糖灼吗？对，因为前面几道糖灼呢，把黄鱼的鱼背肉和鱼来肉前面糖灼完，黄鱼就鲜肉已经到汤里面了，所以特别加了一点点蔬菜，包括加了一些桃水紫菜，加了一颗馄饨。哎，其实这个馄饨，我说实话，比我们一般在外面吃的馄饨要淡一点，它更多的就是想让你尝那个汤和那个紫菜吧。但是馄饨确实会相比外面淡一点。这边呢，特地留了一些鱼肉，我帮您再换一种做法啊，给您看一下。我们今天是两吃，对吧？对，帮您看一下，喜欢吃哪种口味的？炸烧吧，要那个浓郁一点的，因为里面还有年糕和黄花菜，它给的比较多。羊肚菌口鲜免鱼胶，这道菜涵盖了山珍海味都有的。因为他在做那个家烧黄鱼要个时间嘛，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个这个菜啊。这个是山，这个是海，哇哇，这哪是一个鱼胶啊，这是一个口腔502，因为它好黏啊，两边腮帮子的肉跟我的那个后槽牙是黏一块的。但这个鱼胶有一点点苦，是为什么啊？羊肚菌啊，羊肚菌里边塞了虾肉的。虾肉负责甜味和爽口，然后羊肚菌和黑松露负责提供那种浓烈的香气。哎，这有些人就讲究。哎呦，这是我们前面特地留了一些鱼肉做的家烧的状态。只有这个家烧的上来，我才突然感觉闻到了就是最亲切的味道。前面的每个做法我都感觉闻到的是尊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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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这个突然到了这个菜就突然感受到了是家的味道啊。这个家烧和糖灼的区别呢，就是你吃糖灼的时候，你就感觉是仙女下凡啊，款款而来的味道，然后吃到家烧呢，你就感觉过年了，就是那种热闹的味道。你说我爸妈现在在不在屏幕前面看我吃大黄鸡蛋？平时在家里就那么朴素。对啊，结果自己一个人丢外边。对啊，平时在大鱼大肉，天，不孝子，不孝子，对不起，怎么能为爸妈吃一口黄鱼汤拌饭，来一口啊！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。哟，杨枝甘露加绿豆糕。你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总结一下子好不好，各位？今天我们这一顿呢，吃了8000块钱。10%的服务费嘛，它就是700多。我跟他说，这个是我们有史以来吃过最贵的一顿饭了。我本来就是奔着那个大黄鱼来嘛，我觉得说，哇操，一条鱼可能就4000块钱一斤，是吧？已经很厉害了。但是我觉得，我后来想了一下，为什么会点这么多呢？就是人家这个服务，就让你的感觉就是你就是不断的想接着吃下去，想享受下去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高级餐厅它能够一直高级的原因，它有那种特别立体的服务和感受，就想让你不断的在里面消费，是吧？这一顿我们吃完了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，值不值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好不好？就这样吧，啊，记得投个币回个血了，记得我要灌醉我自己。